无我是非。哎，非，非，这都无所谓。讲道理啊，这波啊，跑就一个字，我可不想跟你换了。虽然我能将他击杀，我跟你讲，这个吸血鬼一定会绕过来，你信不信？你信不信？他一定会过来。哦。愣头小青年嘛，头是真的一铁，这种还要过来？那我要在这里回城呢？你不是过来看不见了吗？绕一圈，队友要赶到了呢。如果我要有闪现呢？如果我要有 TP 呢？你这么长的时间你不去吃他一波三狼和一个这个蛤蟆打一波冰塔不香吗？所以为什么打得不好？所以为什么段位上不去？懂了吧？哎，虽然他叫我击杀，但是这个击杀是不可取的，不可取的。感谢他依然嘴硬的飞机。好，各位观众，新来的观众和老观众，我要跟你们说一下，接下来我将一次不死并且超神啊！因为前面二十多分钟是节目效果，为什么会是节目效果？因为想让你们看得更加的特别那个精彩。但是这一波呢，是因为我在说话，我在跟你们解说，是你们的问题。别怕，我在，我伤害很高。走位，叫我闪现。我来，直接给他收了，直接给他收了。小炮在下，都去下路了，还在想什么呢？这个时候还在想什么呢？有睁眼又怎么样呢？该打还不是打，对吧？我们打龙的速度多快啊！任你炸，任你炸，南墙敢来，嗯，你敢来，交给我吧。哎呀，大招，快打龙，打龙，打龙，在想什么？我不懂，我不懂你们在想什么，想什么嘛？为什么不打龙嘛？哎呦，哎。上来，上来送你回家，来我就不走，哎，我就不走，你敢吗？认图嘛，小心点，装高手是吧？我就这么点血秀你一下，装高手，搞错了。Oh no！浪，有点小浪，三柱搞掉了，好吧。哎，没有视野，非常好。我现在一炮能轰他们三分之二，全跑了，全跑了，全跑了。哎，骗到了！哟，我被碰了还。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好。我交给我吧，全都得死，交给我吧。哎，装老师傅，在老师傅面前装老师傅，装不起来的啊。冲塔强杀，不跟你多逼逼，大招好了，就是有脾气，就是有血性，我大招蛮好，最后几秒。第一次还是不死 ，ESC 就哪一座人？这一波躺着，盲山落铁头，对面头太铁了，这个情况还敢拿龙？我的天啊，这你们在开玩笑吗？来吹我一个外旋刮起手 ，AJW 给我下来 ，A 他 A 他。外旋刮，一刀斩 ，AJW 剑，一刀斩剑 ，A 接
西街 A 街自残打击，你别开玩笑，你这对吧？根本打不动我啊！所以他们这波来拿龙，我就没懂。长按点赞加关注，金牌厨师在芜湖。